家好啊！上個禮拜咧，同大家講咧，入手咗呢個 Sony 嘅 HBB 嘅叫做乜嘢？唔記得啦。HBB BioGel， 咁佢呢個咧就可以用嚟做面霜啦，或者用嚟做mask 都得嘅。咁我其實咧就斷續就試咗幾日咁樣啦，都點解話斷續咧？因為我有時貪方便，我都會攞埋ProTop 呢個限量版呢個 gel 嚟搽嘅。咁所以，但係主要都係搽呢個嘅。咁好啦，搽咗點咧？大家都好似好多人好關心。我把聲仲爛緊。因為昨天就有個朋友就買了這支 Bilulu 的探測器給我，好好玩，買了一萬。那個探測器呢就可以探測到皮膚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洗完頭，就探測到皮膚的緊致度、水含量和油的分量的。那它其實有一張紙就寫著什麼天氣什麼標準才對的。那我依稀記得啦，在這個冬天的天氣，但係嗰啲就越高少哈哈就越好啦。咁水分咧就30至50都算好嘅。咁油分咧就10幾至30都算好嘅。好啦，啱啱瞓醒去一向。今日第一極係幾多啊？綠色嘅，綠色即係冇事，水分55。油份17都是一個很好的指標，而彈性呢上面那個呢都是爆笑哈哈的，好開心啊。那就證明呢平時呢多加保養呢，其實呢皮膚是會感覺得到，你自己都會感覺得到的。那我們就查完，其實我剛才就查5分鐘之前就查了一些精華各樣那些，那你都可以說我出貓的。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要試呢一隻 product 嘅話咧，就要試查呢只 product 嘅前後，而唔係完全冇查嘢洗完面嘅前後。因為咧，如果咧係我冇查嘢，跟住查曬所有嘢，查埋呢個咧，跟住先嚟 test 嘅話咧，有好可能咧，其實某啲功績係喺其他嗰啲skin care 度，未必直接喺佢度。咁如果我自己直接喺其他嘢度查上去，咁喺中間嘟一次咧，咁就係查過佢咧，喺中間明顯地咧，你就會知道咧，如果有咩分別咧，其實就係佢啊。咁喺呢個功能上都好多㗎，又係可以美白啊，修護肌膚啊，即係幫皮膚抵抗唔好嘅嘢啊。咁其實就全部嘢都做得，咁佢就話佢標榜咧，佢係冇油份嘅，係一水份嘅啫。我搽咗幾日，搽落去咧就係、你嘅感覺係好良好嘅。不過可能咧，因為呢兩日天氣濕咗啊。如果早排我去買12月嗰排咧，就齋搽呢個咧就唔得噶啦，可能要搽多少少潤嘅嘢。咁我哋將呢個55同17，我哋再量一次查完佢會點咯喎？同一位置，變咗81同33啊！81嗰個彈性都係笑哈哈，咁你變咗81同33咧，基本上咧就係表示咧嗰個皮膚的水分砰一聲偏高了，不過油分呢它也有偏高，剛才好像10幾而已，這個變成33其實都算正常的，不過多了一點點，好像我就懷疑這張東西可能是都有少少油，或者是我之前查過嘢有油，咁我篤嘅地方唔係 exactly 地方啦。咁你計嗰個水嗰個指標咧，就證明咧，其實咧呢樽嘢咧補水咧就係一定得嘅。咁價錢又點咧？咁價錢嚟講咧就300蚊咧，平過你買一盒少女針或者嗰啲
皮秒精華誒同埋呢個對焦眼霜，我哋爭少少。但係呢一盒咧，真係佢嗰個容量咧就真係好大啊！如果我睇錯啦嚇，因為我而家誒睇嘢咧就比較模糊啊。咁唔知100g 定200g，我希望我冇睇錯係100，應該唔知啊，冇插我，如果睇錯。眼唔好已經好慘啦，成日俾人笑喺出面。不過點都好啦，我又覺得呢個咧喺呢個天氣其實值得一試嘅，真係。孤物論佢，因為普通產品其實都講到好多好多功能啊，又可以美白去黃啊，抗衰老啊成。其實我覺得咧，如果佢哋講嘅咁多樣功能裡面咧，其中如果可以做到三樣咧，就已經好好噶啦，因為。即係你一種產品，如果你做到咁多元化嘅話，你一係你嗰個技術要好好，如果唔係咧，就我心中成日就覺得係掛一就會漏萬。你想做十樣嘢，其實得四五樣做得好咁樣啦。咁當然亦都有啲公司會做到十樣嘢，十樣嘢好嘅，咁嗰啲價錢就唔係我哋可以買嘅價錢，或者係機嗰啲啦。咁我今日要講嘅係咁多啦，今日嘅總結就係咧呢間嘢咧，咁嘅價錢性價比都算高嘅，係值得買嘅。咁最後的最後，呢個一定要講嘅一句就係、女人係唔可以懶人。